关，北关有没有三面山的造景？所以它是把整个宜兰这边的一些地景跟特殊的产业有没有结合在这边？像它的后面做一个假山，你看到那些古墓，那就是真的来参拜宜兰的快木的土地保护，就是到处在那边，就象征宜兰这边很大的一个产业，就是以前的林务局的那个伐木事业。好，那随着那个物换星移，我们现在也是保育山林。然后这个是杨英峰的作品，有没有看到龟蛇把海口，有乌龟跟蛇，那乌龟就是象征外海的那个龟山岛。